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Olympus 的这个 IZM-20 这个随身机。那这台用的是这个 CR123A 的这个电池，我们刚才已经先放了，在侧边，我们要测试的。那它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板，相机背带，这个原厂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开关在这边 off on， 你把它打开。这一台里面还有这个底片，这里面还有底片，在你看它这里面，所以我们没有把底片是打开。那它真实的状况我们也还不太清楚啊，它的状况那它的镜头，这镜头，我们刚测试一张，这边有20，这边21，所以它这个快门正常可动，好，那我们先关起来，好，那这外观我们都有看过了，这个也有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这台 Olympus IZM， 这个220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